就这一系列事情说明什么？啊，说明我们两个人各自的外交历史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。确实，今天对咱俩的关系确实是历史的一刻，是吧？哎，应该记录下来，我给你拍张照片吧。来来来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哎，别别别别啊！不是，我今天这个形象不凑巧。 不易留在历史的画卷里，炸的比较狠。是，美丽，咱虽然照相不照了哈，但是没有遗憾。我的心情更重要。我现在这个心情啊，你应该能感觉到。我这个心情就是沸腾啊，就开锅，开锅了，开锅，对，开锅啊，行行，你开锅没开锅我倒没看出来。 但我看出你有点小人得志，有点暴发户那感觉。他怎么能小人得志呢？哎，你这暴发户哈，暴发，哎，这个还有点贴切了。怎么的？你想哈，我人品爆发了吧？啊，你赢得了你的信任了吧？啊，你答应把房子过户给我了吧？暴发户，暴发户吗？联想特别好，嗯，发现你这人就得意哎。 有的时候吧，觉得你这人说话二二乎乎的，有点神神经经的，真的。但有时候你说话真挺聪明的，你这人。哎呀妈呀！谢谢谢谢谢谢。